今天用这个游泳池给丫丫洗个澡。这个游泳池还是有点小，不过没办法，这个卫生间太窄了，如果再买大的话，这个卫生间不好放了。不过比那个铁盆大多了，大一些，深一些。想过瘾就只有去池塘里，想怎么游就怎么游。疯了，看他每次在池塘里都是游得心惊胆战的，只有在家里才会游得这么开心。差点没翻过来，他那么喜欢仰泳。吓着自己了，在池塘里洗不是比这里面洗舒服100倍，真是一只傻鹅呀。咬自己的羽毛干什么？这两天没带它去池塘了，每次带去不肯游。哎呀，怎么啦？一边洗澡还一边跟我打个招呼呀。差不多了，第三次网就差不多洗好了。今天洗得蛮久啊，平时没洗，今天这么洗。跳下来，哎呀，哈哈，还一抓着去扒，自己跳，自己飞一下就下来了，姐，哎呀，哈哈，摔一跤。